那边好像有个加油站，但愿里面是安全的，我可不想受伤。 我需要武器和药品，加油站里也许能找到。谢了，老兄。那边的是变异者，得小心点，在这里受伤的话就麻烦了。 需要抗体药剂，但愿这里还没被拾荒者给掏空。见鬼，是个空罐子。 抗体药剂，它可以治疗初期的变异症状。赫米亚，谢谢你。 这里有变异者，这些怪物简直没完没了。强声会引来更多变异者，得赶快离开这儿。慢一点，放轻脚步，但愿变异者不会听到我。 那边好像是个废车场，看上去很危险。可恶，这条路的前面全是变异者，只能去废车场里看看了。谢天谢地，手电还能亮。 该死，发动不起来，估计是发动机出了问题。这个火花塞看起来应该能用。 那边是修理厂房，应该能找到我需要的工具。
我还需要一些汽油，在这附近找找看吧。这地方让我有不祥的预感，我得快点离开。成功了，这里不适合开动车辆，往前面走走吧。这样就能把变异者甩在后面，安全到达避难。这里是渡鸦避难所，如果还有其他人，其他任何幸存者，请回答我。我们的位置是……太好了，对讲机恢复通信了。渡鸦避难所，我记得这个地方，只要到达那里，我就安全了。要是每天都能按时洗个澡就好了。什么人？出示你的通行证。看起来确实不像袭击者。要想加入避难所的话，必须先进行登记和检查。欢迎来到渡鸦避难所，在进入之前，请接受检查和登记。谢谢你。对了，还没向你介绍，我身边这位是麦克医生，他会负……我是麦克医生，负责渡鸦避难所的医疗工作。有时候啊，这边走，年轻人，别跑那么快。对了啊，只需要简单的，我相信你很快就会转变看法的，年轻人。生存一再报警。啊，今天真的好累，洗个澡就睡觉吧。
我的衣服，这些脏污都是什么？沙子、油污和泥土。昨天这场旅行的收获还真是丰富。这东西竟然能用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看起来睡得不错，我可不是在跟你讲段子，伙计。外面有很多恶棍，可都盯着这里呢。